报道台湾你敢知？今仔日就和咱来介绍有关桃园的市花、市鸟甲特产吧。大家敢知影是安怎桃园的市花是桃花？古早住伫桃园市的人，伫遮种桃仔树，逐摆春天若来，桃园就有真美丽粉红色的桃仔花，所以桃园的市花就是古早伫遮的桃花。另外，桃花花语有美好祝福、珍惜美好的意思。桃园市的市鸟是台湾的特有种，长尾山羊。那安尼，桃园的特产是啥物呢？桃园有真济特产，不过咱今仔日要讲的是大溪豆干。大溪豆干有名好食的原因，就是水质。要制作好的豆干的基础，就是要有良好清气的水质。有水质这个优势的大溪，采用天然泉水的软性地下水，经过过滤了后，制作完成的豆干幼稚又球弟弟，这就是大溪豆干成功的原因。大溪有很多豆干的种类，最有名的就是乌豆干。它好吃的秘诀是在磨豆奶的时候加入香料，让豆干的内外都香滚滚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祝您快乐每一天，幸福每一刻。